我曾听说过一个古老的传说，相传上古时期，妖魔乱世，皇帝以轩辕剑之力降服诛邪，以换天下海晏河清。直到千年后，赤冠星划破苍穹的那一刻，西方妖魔踏入中原，他们横行四野，屠戮生灵，神州大地摇摇欲坠。为此，我怀着最后的希望来到了这里。这难道就是轩辕剑？千年，你是？妖魔入小小街，未曾一试，如此。啊！继续我们的旅途吧。师父，您怎么了？为师以元神之力封住了饕餮，一年后为师元神耗尽，他会再度出来为祸人间。师父，你即刻下山去找贡山师伯，若还是无法救师父，不要说了。别哭，快师父。有
持续收集资源奖励。天地云静虚空化，大道婆娑静无形。每天记得来看看哦。小弟弟，谁欺负你了？献祭何事？我们村本来岂有此理。小弟弟莫哭。我没。怎么有个狼吗？什么猴神？妖孽，不准！可恶！小雪姑娘。你还好吗？我那才不是。我看看师父给我们留下的成长任务。继续前往完成下一个吧。谁欺负你了？告诉姐姐。村子里的人怎么会这样？河神大人，小雪姐姐，姐姐救我！小树。难道为了一时？对不起，我就不是在。不如跟着我们瞧。
是您在呼唤我吗？云静虚空化，大道婆娑静无形，天地云师父不要走，师父无主，是您在呼唤我吗？长空轻回烟波鸟，云来就是，若能找，无论如何，啊，嘿，呀，啊。和其他玩家比试切磋的地方，来挑战一次试试吧。大人，您行行好，放过我的孩子吧。这是郡主的吩咐，你想抗命不遵？求求你们了。滚开。住手。你是？哼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有必要知道我是谁吗？找死。哼，天真。妖怪。好像伤得很重，我们过去帮帮他。走开，不要你们这些随人侠好心。我们好心救你，你干嘛这么凶？
月儿，我没有他们。你这丫头又在这。老人家，京城谋难道没人阻？年轻，简直惨无。小兄弟，